五四三二开始，哎呀，啊你这台是安怎？啊，都流水啊，鸟会流，流到足严重的啦。哦。啊，你即马吼，平常吼，即马洗洗了，水拢会流到我这啦。哦。遮流的哦。是哦。拢爱流你。啊，你防水条换无效嘛？无效啊。来，我来讲，今日你算白同学粉丝，白同学今日送你一个礼物，哦，帮你处理好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开始。哦。好，我来讲。龟头同学、白同学讲，我比较欢迎伊食醋呢。后来废话不多说，我甲伊讲，根本吼、哦、天汤足济漏水啊，防水条吼、哦、以外，还有一个重点，这个很多人知道，也算很少人知道，但是这个东西都很多会塞出来，你仔细看哦，叮叮叮叮，来，洞在这里，你仔细看这边，这边有一个洞，非常小，这是天窗的排水孔。很多车呢，因为它里面都会脏，这个都要去清。啊，你没有清的时候，你即使上面防水条你再怎么换，哦，水一定会从那里跑进去，哦，啊，所以你通这个坑来讲呢，你要用那个，那种防水罩来通，哦，啊，要通来讲，这就交阮姑姑同学来通伊就上好，来开始。然后怎么清呢？来，龟头同学给恁教。你拿那个管子，哈、哦，管子，你给它倒里加，哦，先给它倒，然后大小的洞不一样，装好之后，你把它通进去那管子，把它用这个下去吹，你会听到这里有风的声音，这样代表就通了。来，我们开始了，来，接下来那个接一条，哦，装了风枪，接一条管子进去，啊，把它放到里面去。来，这关龟头同学来介绍。哦，你用坑我上好的啊！来，对这个洞里面，哦，洞，我们就慢慢把它一直推推推推到底，哦，这样它才不会漏空气。哦，我看有入去无？哦，足歹入的。哦，有，哦，这个角度。哦，这里全部都进去之后，我们要开始压风枪，你仔细听哦。压下去的时候，轮胎后面会有声音。哦，你看，哦，你听嘛，哦，这个声音，这样就是代表这个。洞已经全部通干净了，还有另外那一边我们再通一下。来，接下来左边天窗的排水孔在这里。哦，这个视角很难拍，哎，在这里，我们也是把管子放进去。哦，这个管子放进去，然后放进去之前先喷这个润滑液。哦，润滑液全龟头没有，那种姑姑同学最喜欢的。靠腰啊，较正经的，开始。来，然后放进去。这个管子要撑，有的时候不太合撑，啊，你慢慢进去，哦，深一点，好了哦，哦，来，开始也是压这个，好、哦，空气枪压下去，你仔细看，听这里会有声音，哦，还通啊。哎，照道理讲，这样的话排水整个就排进去了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测试看看。来，我们现在请助理来测试，直接倒水到天窗，开始，看会不会漏水，来。我们这边也开始，右边也测试一下。来，助理，嘿，你手稍微弄一下，我这样拍一下，一直倒倒倒倒倒。我们天窗打开，直接倒水进去哦。等一下，这里要跑水出来才对。哦，出来了。哦，出来了，人讲出来户籍，哎呀，赶快啦，哎呀，哦，这样就对了。他那个水有全部跑进去了。来，哎呀，人讲的，人讲出来了。就安落钱啊，醉啦！来，我们看刚刚倒的水有没有排掉？哦，从那个孔哦，全部都排掉了。照道理讲，这里会等下会湿湿的。哦，你看出来了，好了，成功了、哦！恭喜我们这个大哥获得白同学教室这个 DIY 的礼物，拍手！赞！好，结束啊！